那这个我们知道，那这边嘛，零，啊，你看这个像它就是这个，可以拉的，你怎么改？要改它，因为你看啊，你这样写，如果你把它这样拉，你这边很空嘛，对，所以你这一点就不能很后面，你知道？这就是章法的考量啊。哎，这个感香七，你看这个它是这样，七哦，差一点写那个叶分，直。干，不过你知道这个是树干的干啊。零，你看我可以写大，也是跟它这样，它是这样嘛，是吧？用它的那种零，这边占有就不要去了，位，这边。不一样，十三个字没有问题，不一样。齐呀，那是这个。对，但是它的字比较没有那么，不是很吵。九元。啊，这个都不是很长的。现在是天。啊，不清楚。这边还可以。沾墨了。是。行。我也有，我不需要这一点了，字有没有一点啊？没有，有里面有，可以，他没写，还是可以有一点。啊，有，好，是龙啊。是，那这个啊，这样你看它大小。可是这个要啊，如果是最后一次就不要学它这样，一直来了。你不是不需要吗？哦，没有签的，没有签的，所以签不了两学的。除非你要签下来。你没有签就不学。我这次开始，就是开始学的时候啊，是用我们的。苏轼，你要写的苏东坡，那也没问题啊。你看看，好，你查的这个，我是苏东诗波嘞，我是那个波波，都不是东坡。我看到诗，所以白写。这个才是诗。我看懂把那个诗，对，是吗？王富啊，富应该是财，富这个，或者是多的啊，富财，王富，王富居啊，所居所富，是吧？居住的居，居双，双对对。对好，你是指多长？这个因为它是女的，出门了啊。